椒变心心念念的泰国餐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。来吃泰国餐怎么可以少了冬阴？加了炼奶的冬阴汤头，浓郁又不失酸辣的口感。冬阴汤有多好料，单看颜色就知道了。里头海鲜新鲜大大字，带辣带酸，但口感不会呛。重点在于海鲜的新鲜程度，明虾非常新鲜，非常弹牙。使用最新鲜的鱼，经过一轮翻炸，颜色金黄香脆，不会茶。再淋上厨师用心调制的汤汁，就是小兵最熟悉的 King Song。现在你看到这个四四方方厚厚一大块的是炸型三层肉，有两款酱料给你搭，脆中带软，非常棒，吃了一口会让人爱上。如果你不想吃冬阴，小兵推荐你 Green Curry Chicken， 口感带一点甜但不会咸。想要吃道地泰国小吃，正宗泰国一口包你不得不试。吃法非常简单，将所有的料都包在一起，然后再搭根酱料，酸酸甜甜带着一点点的辣，一口吃下去口感相当多元化。泰式料理小兵绝对不会错过，酸辣青柠蒸喇喇，喇喇肉质饱满，酱料陶盖自家研发，肯定新鲜滚热辣。自调粉酱就是为了这道炸空心菜，这道菜的重点除了空心菜要够新鲜，另一个关键就是炸鱼火候一定要控制得宜，炸出来的空心菜才会够香够脆够咖喱。吃了那么多好料，饭后甜品肯定少不了，马蹄椰奶甜而不腻，金缕两吃了肯定甜甜又蜜蜜。